Wow, wow.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给我这一份荣誉。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一份奖项是属于每一个喜欢我的人，然后每一位为我付出的你们，谢谢，是我们一起共同夺得的，所以感谢你们。然后今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继续的努力，然后变得越来越好，和你们一起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再次恭喜肖战，恭喜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揭晓嘉宾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颁发的是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艺人的荣誉，有请腾讯公司副总裁栾娜，有请栾总。大家好，荣获腾讯视频2019年度影响力艺人荣誉的是，请看大屏幕。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艺人吴亦凡。恭喜吴亦凡，有请吴亦凡上台领取荣誉。影响力艺人吴亦凡。恭喜吴亦凡，有请吴亦凡上台领取荣誉。他是一腔热血满怀赤诚的华语音乐人，用旋律传达思想和力量。他也是引领时尚风向标的先锋者，将潮流与传统大胆融合。他就是2019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影响力人物吴亦凡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首先非常感谢这个腾讯视频，然后给我这样一个荣誉。今年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年，然后这一年里面有三首音乐作品，大碗宽面、破晓、二三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我也觉得很开心。那我觉得像大碗宽面的歌词一样，我觉得快乐才是真谛，所以我最后希望大家马上的这个2020年里面能够开开心心啊，健康幸福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谢谢。谢谢凡凡。恭喜。也谢谢。